农历今年五月廿九，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星期五，小编差点就要没手来做这期视频了。Steam 夏日特卖开始，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动让小编握住鼠标的那只手控制不住的不断点击着屏幕上一个又一个的绿色按钮。当做完最后一次点击，伴随着旁边的手机发出一声仿佛从地狱传来的短信提示音以后，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眼前的屏幕模糊不清，隐隐约约看见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白人胖子似乎在冲我一笑。我知道要摆脱这份诅咒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斩断那只握着鼠标与电脑连接的手。环顾四周并没有刀，我有点急了。就在小编快要编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育碧上传了一部名叫《超越上二》实际引擎展示 demo 的视频，仿佛是想要抓住最后那根救命稻草一般，我用尽全身力气从那个灰蓝色的菜单移开鼠标，终于点开了这个演示视频，于是小编恢复正常了。此次演示仅仅是游戏引擎的展示，《超越上二》本身的开发进度还是非常早期的，不过目前已经可以看出本作的庞大规模了。视频展示了大师兄背着喷射背包自由飞行，开着太空口号飞船飞出地球的场景，同时也展示了号称本作模拟恒星系级别的游戏引擎的强大。越看小编越想快点玩到啊，可是仔细一想，本作的星球并不是像无人声控那样随机生成的，而是制作者一点一点精心制作的。从演示视频看来，目前也就做好了一个城市，看来大家还得等很长时间了。今天光顾着买买买，小编偷懒了，找到的资讯也不多，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本周的打折信息吧。 Steam 方面除了夏日特卖，慈善包网站还可免费领取杀戮空间一代，大家在剁手之余记得免费洗加一哦。另外波兰良心公司的 GOG 平台也在近期更新了简体中文支持，还开放了人民币结算，又多了一个可以剁手的平台，真是要了命了呀。 Xbox 方面，杀手六、模拟农场17、变形金刚系列正在打折，不过这些游戏主机版都没有中文，倒是今天公布的基本免费游戏返点活动会好一些，超过50款免费游戏参与活动，习惯或者准备学习赚取 Xbox 奖励点数的玩家可以一试。 PSN 港服方面开启了EA游戏折扣场，不过都是些老游戏啦，大家还是先把前阵子游戏日活动买下来的游戏通关再说吧。好啦，资讯就到这里，本周的新游快讯稍后放出，大家手剁了没？双手打字证明一下清白吧。